害人，敢不是我？无你哪会知我伫倒？阿庆啊，我甲你讲，你若是阁继续安尼撸落去，我真正足生气的。我今嘛无想要看到你，我足无用的，是安尼。没事没事，好你等下久。以前哦，面前下班，跟人冤家哦。无代志。对啦，讲要找我跟你斗三工，啊，什么代志啊？哦，不是我啦，就讲你跟嘉玲斗三工者啦。跟嘉玲斗三工？嗯。我有啊，所以我才假做跟你做伙，敢不是？还佫无够啦。你刚伫个餐厅，你嘛看到啊。阮淑女也是气噗噗，啊！不过我看得出来，伊对伊个印象袂歹。我正想讲，若是你当出面哦，去说阮淑女，应该当好阮淑女对嘉玲印象更加好，所以才去斗三工。哦，啊！你这你要见嘉玲哦？啊，餐厅你嘛看到啊，阮淑女毋是普通的派剃头啦，所以想讲请你出面，啊，看到时阵你想要食啥，我去请你。唔免啦，业界人吼拢对我足好诶，若是会当甲嘉玲斗相共吼，足愿意。安尼感谢你啦，阿伯你啦，我先请你食冰，啊等代志哦解决了哦，我再请你食好料诶。你吼冰爱足大碗哦。无问题，搁加红衣。要不要分？有。不你想啊，张新康呢？啊？你做诶这是要创啥啦？你才离我较远诶啦。是啊。你安尼挂我的电话，就是为着钓去甲这个人，伫这破所在约会哦。哎，先生啊，讲话较客气的，我这足清气足精致的啦，是倒位咧破啊？嘘，要紧啊！我甲阮新来讲话，你点点。我好，既然你拢来啊，我就甲你介绍一个我新交的男朋友。好可怜，你搞骗，你两个看起来一点啊拢无素分。你买是蛮好，唔相信蛮好啦。飞弟，我今麦就是无想要看到你啊，请离开。是，是，你妈对我这么冷淡好不好？真正的代志哦，我反省，我一定好好改过。你莫生气啦。我知影，啊，之前我把你的相片撩破，是我唔对，所以我特别洗咱两个的相片，而且哦，搁我一个人的相片，你若是欢喜哦，你会当全部放伫个包包内底。我迄全部放入去哦，我看下哪里研究袂起来哦。是啊，我会当为着你，拣一个属于你的、独一无二的包包。你若是真正知影做唔对，你就袂用这种态度处理代志。这相片拢无介意啊！我无紧，我重新搁见。好啊啦，我即马就是无想要看到你啊！你若是唔走，好，我走。我是不是真心的话？讲煞！哎，等下，别拍七啦！我咪开手来高高兴啦，你扣分啦！那是有你的代志哦。你搞个啥没有？先生，棒棒棒，棒不要，棒棒棒，棒不一定。哎，你是要伫我面头前泡男朋友是？无，我只是麻烦伊会当站较边的。我真正对你足失望的。你若是要继续跟我做朋友，等你决定讲要做一个好人，才阁讲啦。班长，行，就过来先。哎，等等，李先生啊，那苗来就重要没有？你的灵异照片，收收的，拜托，好，多谢。